像啊，我也给师兄弟子讲啊，包括我们比丘比丘讲，人的在一起是一个福报啦，啊，人的在一起啊要珍惜啦，啊，要替人家想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不管你们人的相处啊，啊，要一家人，啊，不要分之分他，对你们自己啊能够坚信，啊，现在言语来讲都讲好话，啊，开口都好，不要一开口，啊，这个话这个不好，像我们佛事不准哦，给我知道你讲话还是刺激人呐、啊，还是酸溜溜，我不要你，啊，我们是在救你。我给大众讲一定要听，来这里啊一定要知道真正的啊养心养性啊才能够救自己。所以141品的言语之美啊，修禅养心，阿弥陀开始啊，话语的觉悟啊，在一念啊一念起时，自己是否知道有悟啊，这很重要啊。这个好像说我们今天呢、啊、给大众讲啊是在救世啊，对人对事啊一个好脸相，一个好话啊，第一个给人家心平啊。假如说你今天啊所讲的话给人家压力，没有心平，你不是学佛之人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啊，像我们是在救世团体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来到这里不容易啊，你在被淘汰，个性被淘汰，人家不要你，你就很丢脸了。给大众讲要听啊，所以自己是否知道有悟啊，这个悟是依法之重要啊，语啊是依法之重要啊，话语觉悟在一念起时啊，自己是否知道有悟，就好像说哎呦我讲错了啊，我刚讲错这个话啊，像我们修行就在修着了，不能不懂啊，所以语是依法之重要，语一是依法之宣扬啊，所以若语言善则是大法之境啊，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啊，讲好话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，帮助你提升啊啊，假如你看不好想不好，把自己拉下来了。现在你啊看到我们相关大佛寺比丘尼啊的功夫了，我们的比丘尼，你看，啊，一个在澳大利亚啊，澳大利亚的这个华府这么远啊，飞机都要坐几小时，他可以访问的来，啊，现在台湾访问谁都可以，啊，整个大地空间都打开的来，这是佛法，阿斌你看到了吧？啊，真的学佛是要学这个东西啊！啊，咱我们自己有本事，啊，跟灵可以沟通。啊，他的法务好像是在堪培拉的，对不对？咱们澳大利亚的法务是堪培拉的。啊，真的讲，这个堪培拉，他们那个地方非常好。啊，有空阿曼会带你去，啊。但飞机假如都正常了，阿妈带你们去走一走哦。那个地方阿妈去了两趟，非常好，啊，而且他那边的素食很多。哎，现在澳洲人很好，澳洲人现在吃素多，啊，素食非常多。像我们现在香文大湖的这个啊，盖起来以后，这个啊要建了，一个礼拜开两天。啊，两天呢、啊，给外来可以来吃，又便宜，给他，啊，万里的吃了，啊，吃一次就会怀念的、啊，这个一定要，为什么？我是要度众的啊，所以这个若于啊言善者大法之境，啊若于啊言恶者实物法之狂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，像我们今天是在度众。什么都看好，什么都想好，啊！假如你心想不好，你自己就病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人的心啊，第一个讲，这个心坏，但也有个暗斗了。其实我看到好几位，有心有这样，我觉得是不对的。
啊，这个暗斗子怎么讲呢？这个好像是这个、看不好、啊。所以我给大众讲，像我们呢、啊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都要讲好话，看人都要好，对自己要帮助很大。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人道来讲，时间很短的嘞。啊，对自己要救自己啦、啊。啊，救自己要帮助最大，说鱼有多变多种。啊，若鱼不变，则是需要存善存民。啊，真的要，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像我们的啊这个。给大众讲，这个学佛的讲义是个大法，了生死的，啊，可以了生死出三界的，啊，所以论语啊，心中多想，皆有，啊，这个语出啊，当知语若自伤，或自损害之意，或挑拨之心啊，这时非也，非态，非啊性恶也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啊，像我们人道也不懂，啊，人道这个嘴巴也不懂的，这一嘴巴乱讲话都要受报的。像我也给你们老人讲，像以前的苏文平她的姐姐，啊，她的婆婆，啊，这个进了医院那嘴巴烂的，医生都医不好，啊，结果她来给我讲，她说哦，这个。啊，我那个婆婆啊，这个嘴巴烂了，也不能吃东西，都是打针的啊。后来有一次给我讲，她婆婆嘴巴好了就死了。所以啊，嘴巴不要乱讲话好，啊，乱讲话会受报的嘞。现在都很现实吧？现在你来我们这里就是因果的嘞，啊，不是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尤其心坏最糟糕，讲心不好不好。啊，像你们的心啊，我大概。哪个好不好？我了如如掌，那害谁害你啊？啊，像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，一定要心好，要看好，啊，不然啊，到后来啊，阳寿啊，这个要死掉，都要报应的嘞，这不能不懂哦。像人道也不懂啊，啊，两舌恶口源于啊其语，则是非也，非态，非行恶也。当知啊，语若自伤啊，或自损之害之意，或挑拨之意，啊，这事情可严重了，都有因果了。啊，什么叫做救世团队？啊，所以你们的老人要听哦，这救世团队啊，啊，不能对嘴。都要看好，不能看不好。像你们老人也要淘汰了，年轻人要上来了，好好的修行，自己也可以往生西方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啊，何可以有绝于物之起？难明如是，反正最多，就好像啊，看不好，讲话听不好，什么都啊看不好。对自己伤害最大的，这不能不懂。像我们在这里听一下，最少要听一件进去，改呀、啊，改了，要改了。啊，南明如是啊，反正最多。啊，如若啊，嫉妒善人，败坏贤明，不孝父母。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成事，尊贵之道唯有他。像这个，不能在人地做人，他已经在造业了。啊，横行为是，啊，行于人，这不好。像一个人佛，一定会死的啦。大众才有力量的嘞。像我们为什么叫做救赎团体？每个人都一心，没有恶心的了。啊，每个人都平等，没有自私的了。你爱一自私啊，就把自己给害了。
这不能不懂。像假如说你把个人抓得很紧，我告诉你，这人已经完蛋了啦。你个人抓得很紧，你这个人已经不是人啦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啊，像佛法来讲，啊，纯善纯明的，要见性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朋友无心，难得真诚的尊贵之道唯有道。啊，就像你个性的横行啊，为事吸引人不好。啊，不为善心，生死有定，当属啊悔改。不然就造业了。啊，说今世为恶，虎得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老鬼，何寻此路啊？悔夫何及？下来只是一个人有什么好？你看团体在一起，你看互相帮助，好啊！这不能不懂。啊，说雨多必湿啊，雨必然需要为善。每次讲话都讲好。啊，不是只有讲好，心要看好，这个心很重要的。说还当知道为何见好，不可以有他行误入。这句话啊，要给大众讲啊，很重要的。像我们现在修行的是在转境啊，人家看不好，进去你看好，把境转了。所以啊，出生众生根很重要。像以前啊，啊，看到一个阿婆在拜天空。啊，这拜天空一个炉在这里，有没有？突然一见老鹰啊，就啪！这阿婆很棒，好哦，嗡嗡嗡啊，在第一公嗡，他家就发财了。假如说阿婆讲说啊，嗨喽，细喽，啊，都嗨喽。台湾人啊，很多人不懂啊，所以我给大众讲啊，这个佛在教我们的都要听。什么都看好，不能看不好。啊，对自己要帮助最大。像啊，这个我们的比丘尼来讲，真的访问的每个人都很棒。啊，尤其这访问他是真的来。他假如说真的醒过来，马上啊，飞机就飞来这里了，他可以坐直升机的，我们真可以停着来。马上来见佛，佛马上教他方法，啊，他马上可以开。他来开行，全世界开行；他不开行，全世界活在这里才能开行。有没有听到宇宙菩萨、延禧菩萨？哦，还有信佛是吧？要靠你们呢。啊，你们啊，个性这么强啊，一定要成功。像摩羯来讲，个性都很强的嘞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个性强，大部分都是摩羯了。哪个不强？啊，所以孩子大为见好，不可有他行误入。啊，一句好的善语，啊，可以啊，令大有转变。哎，立秀给。哎呀，不为善心啊，生死有定啊，当属悔改。像我们现在学佛，什么都看好。不能看坏，什么都想好，不能想不好。说今世为恶，啊，虎得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老鬼，所以何寻此路啊？悔及啊，悔悟何及？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千万啊，啊，没学佛不懂，学佛要改哦。啊，看好心，第一个要好，啊，心要替人想。你这学佛就成功了。假如说你心不好，那就很难。所以雨多必湿啊，而雨必然需要为善。啊，所以都讲好。
不讲法语。啊，说孩当知道哦，为好见好哦，不可有他行误入。误入就是自私啊。像我们人到最败笔就在这里。啊，一个身价顾了半死，啊，一个不能容纳两个，那就不对了。像我们一个人来讲，多人干，啊，也不过可以讲说是这个啊，再人干做了也会累呀、啊，要互相帮忙的来，所以不可以有他行侮辱，遇见好的善可以令境大有转变，有没有？我在讲这个要听的，什么都看好啊！所以一句好的善语可以令大有转变，好的慈念、心念都是可以转变成为净土。像啊，给大众讲，你只要心好，脸相一直转，而且你会慈眉善目，不一样的啊！对自己啊，给大众讲，救了自己啊。啊，你对人好就是对自己好，这不能不懂。说见善是善，见不善便是非想，这是不行的嘞。啊，像我也给大家讲做事啊，话少讲，话越少对自己帮助越大了，话越多对自己伤害最大。这不能不懂。啊，只有做像佛法来讲，啊，无为而不为是，做做做，没有了，心也干净，不是做的东西还在，不行的。像我做了多少做多少，那不对的嘞。像我们在服务，我你看变化就虚空界，今天呢、啊？啊，这个总理讲的说，通通是零啊，这句话是一百的了。我看的都是啊，我出去都是啊，啊，各在空间，各不相干。那为什么会附体？你的坡跟他一样的咚就会进来，所以我在给法师讲，你在嘎嚓坐在头上不要乱想，啊，你在乱想，你在进你身体，因为你的身体很容易进来哦。你跟阿桃师姐是一样的哦。阿桃师姐最好是不要管事的，嘴巴不要乱讲，不然身体会走不动的。人啊，越轻松越好。啊，不要啊，越这主观越强，没本事的。我也给大众一听要听我。啊，话语越少越好，也不要想，都要想好，不要想不好。说多语不是啊，该当养心。有没有看到我讲叫我们不要多说话，还为自信啊专养，还当知道为恶之心啊，殃就迁矣啊，无从舍离啊。你一想到恶，自己就把自己给害死了，不能不懂啊。所以要给大家，我们跟人家相处，给人家高兴。啊，给人家看到你喜欢跟你相处，那你就是佛法了。啊，人家看到你，进而言之，哎，你做人很失败的嘞。人道很多人不懂，啊，所以啊，对自己的语之纯善重要自己，啊，善言良语啊，如心中之。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啊，我们呢从内在出来就是看好啊，讲的内在看不好，还是你对着批评啊，今天难不会塞了这个人，这我告诉你也不行。像哪个人道行啊，现在没有学过哪个行，就是改自己的都要看好。啊，说语之纯善啊，重要之际，善言良语啊，如心中之。这如心中出生众善根，啊，什么都看好。
这是佛法。像佛法不懂啊，你们看学的都老了，不对的嘞。佛法是不老的，佛法是替人想，能够包容。啊，你不能替人想，不能包容，不是佛法。你心也不干净啊，你怎么修行？啊，我们主要修行是心干净啊。啊，所以与之纯善，重要自己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像我们在学佛，啊，你与不纯善，你不是学佛人呐、啊。家里面两个不合，也不是学佛人呐、啊。五个在一起，五个不合，那你们都淘汰了啦。十个不合，那你不用讲了，两个不合你就输了。这很严重的问题嘞。像以前我去做义工。啊，人家头一次会排斥我，嫉妒，啊，到后来跟我很亲的嘞，我们自己会运作啊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我们给人家欢喜啊。你说人到哪个不嫉妒？会的嘞，可是你要用爱心，啊，真正的一体，啊，就像我们啊，对人好用，人家什么事情，哎呀，苏师姐、师姐都一叫，啊，只要我去煮东西，他们都高兴的不得了。味道不一样的啦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假如两个不合，你不要修行了，何况四五个不合，你们修行零鸭蛋哦。主观啊，主要在主观啊，不好。啊，所以与之纯善，重要自己，善言良语，如心中之。啊，语不啊，必变啊，人少。则免，就好像我讲的不好，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少开口是美，修善养心啊，是非常重要啊。这个我也给大众，像我们的身体啊，啊，大家一定要听的，啊，你在年轻所造的业，到老了会报应的，所以佛法在讲解，也就叫我们修行，那个修行啊，不是修什么。深奥啊，主要是在改念头，啊，把自己身体不要被受遭殃，对每一个都有亲和力，那是佛法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。所以佛才讲，不为善性，生死有定了，当速啊悔改。所以今世为恶，这个福德啊尽灭，寿命终尽啊，诸恶牢归啊，何寻呢、啊？啊，此路悔悟何尽？就好像这个不学佛不讲，学佛要赶快改。啊，没有自私的啦，你一自私都不对。啊，没有讲说啊，只有我啦，别人都不是都不行的嘞，都要有一体观啊。因为给大众这是佛法，像为什么啊，大家缘起啊，就是一个大家庭啊，啊。要起来就跟佛一样，你看佛接纳这么多的众生，像我们现在在栽培法身呢，啊，那个人找到法身，你看看重点啊，你把又脱了脱了，他就脱了。就像今天排位讲的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像以前脱了都进我身体，啊，现在我脱了金刚护照。那你们害怕说，那我给人家错了会不会进我身？你不进真理啊，你没办法活给你请众。一定要的，啊，要做过这一关了、啊。那过这一关的好处在哪里？就好像他进你身体，也有听经闻法，他出去就去西方。假如他不是进你身体，他没有听经闻法，他去不了西方。像阿宅啊，你耳朵爱听经，去戴一个耳机啊，有啊无？啊，你一定爱听经哦，你爱听经哦，啊，拜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诚心呐、啊，真心哦，品味无共哦。啊，假如说你听经听得进去，对佛一百的信心，念这句佛号，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假如说你没经念啊，这个好了，这个没有听经，那么阿弥陀
嘴皮脸，那品位很低的啦。啊，品位很低哦，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个给大众讲啊，要十二劫哦，十二劫哦，几个凡圣同居的要这样，啊，这个方便有最深，还骷髅劫在背起哦，你袂好、哦，你还是爱听经哦，对着阿弥陀信心十足，啊，诚心的念这个佛不一样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听。听经就是听，听经就是听在这里啊，啊，不是说哇，我有念一天，你像阿唐拿那个佛珠，你在唱歌也不好啦，心也无改那么好，啊，心无改拢袂使啦，啊，伊嘛无在来改，用护体护肝免来改，护得很厉害的嘞，拢袂追住诶，无啦。现在人怎么不想好？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一定想好对自己帮助很大，啊，还想坏就把自己给害死了。我好心跟你讲，人家想坏不是众生叫你想坏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啦，很多人不懂。我们干嘛啊？老了要受报，我们干嘛都不看好？啊，为什么不想好？啊，我们不想受报的嘞，就是现在就要改。所以听经无听经差真济哦，啊！你爱去做事，啊！你会爱困，起下头听经做事啦，听一句落去你就弹掉。主要是众生要跟你化解啦，你听了众生才会跟你化解。你不听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看我在这里讲经，你看空间这么多，我就知道说，哎，不对哦。所以我今天就问佛，啊，空间他说太忙。所以有时候你们坐这里也会睡啊，有没有道理？这意思是一样的啦。你看我都讲的，啊，这个一直在讲，没有停过来。啊，说今世为恶福啊，福德尽灭，这个寿命终尽啊，诸恶老鬼，说何寻呢、啊？此路啊，这个悔悟何去？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一个身体啊，一个因都不行。啊，一个看不好都不行，我给人民大众讲要听，说语多必失啊，而语必须要有微伤，都是讲好，啊，还当知道为好见好，像我们来这里就是教你这个啦，也没教什么，就是教你上以后你转了你的业就转，假如你们都不改，业转不了。这不能不懂啊！所以这个佛又讲，不可有其他行物路啊，就是要正啊，不能邪的，不正就不行了啊！所以一句好的善语啊，可以令境大有转变。你看，你的啊，脸相会转，身体会转，它不病的。像我也给大众讲的秘密，就是这个宇宙之内，也在看好，不在看坏，啊，只能看好，不能看坏，啊，你一看坏啊，这个、宇宙变形，你都有罪的嘞。所以我给大众讲，情愿吃亏，啊，让给人家把宇宙弄好，不要两个人了，啊，一碰下来有气，啊，有气啊，这空间的重力就知道了。我在你们讲要听哦，很重要的，都是救你自己，也不是救谁的。啊，能够做就做，不要做就不要生气。啊，做了还会生气，不如不要做。这不能不懂。啊，你做了生气，人家讲叫做火烧功德林，知道这意思？很严重的嘞。说不可有其他行，一句好的善语可以令啊境大有转变。好的慈善念，那可以转成为净土。现在我们就学净土，我们身上都要净土，净土，净土，净土的来。救谁救你啊？这不能不懂啊！
啊，我们要见上实战，见不上便是非常不对的。见上实战啊，见的非我们也看上，看好，不要给进给转了。像这么好的佛法，都在教你改个性啊，转念头啦、啊，把你细胞转好啊，不会有生病啊。像我们人道不懂，一直有气，一直生气，那就把自己给毒死了。所以佛才讲，多语不足啊，还当养心哦。话讲得多，要解释解释，不用解释了。啊，行动代表给人家看，你看我就是这样纯净纯善，行动带给人家看的，可以的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所以多语不足，还当养心。何为自信庄严啊，像我们来讲，我内在都看自己，不要看别人。假如我们一句话对人家有点伤害，哎呦我不行，我是学佛，哎呦这样子我要改，一定要改哦。像学佛很现实的人啊，看不好啊，你损失可大了。看不好就央求千也无从舍利，看不好就是恶啊。像人道最怕就是啊，台那个心坏了，台语讲的暗斗了，暗斗是看人家不好了，不好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以知存善重要之际，啊，善言良语如行中止，啊，语不必变，人少则明，心中无私啊，自然如是。所以要了解，大家要养心养性的来。像我们在修行，你没有养心养性，不改个性，你不能跟人家相处的啦。像为什么我修了五年了、啊，要去服务五年？我这五年服务啊，我才知道。啊，这个人生的百态啊，人的个性啊，好不好改难改的。像我告诉我跟人家相处都看好，我没有看一个不好。我都在教人家好的嘞。啊，以前哎乌兹贝尔跟那狐狸不合。啊，我都劝他们，两边都在劝。啊，有一次，平时啊，啊，我在布里斯本，他就讲说，平时讲说，他是个外人，啊，为什么要进入我们的这个，啊，这个出家的团体，啊，再去讲伏击事，我就讲说，平时，你们有没有赚钱？你们不是他来扶持，你们是什么？他没话讲了，啊！但意思说他管的太多。那你要了解，一个出家人也没有人护持，是没有人给支持的啦。那我又给他讲，我说你们心量不能包容他，那你们也不是出家人。因为我们现在你们要靠外来的。假如说你今天的生长，你可以标他，可是不行啊！你看，师父要轰啊，师父选他，你不需要啊，不需要配合。所以他不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啊，就好像这个态度都对胡局吧，胡局就不给他去香港，就把他冷冻了，冷冻以后他就开始生病了。我的教人都给大众讲，大家要好。像我在这个啊，这个香港住在胡局他家，我是住在跟老，好像住在这。二十几楼吧，我忘记几楼，啊，跟老婆是一层的，那下面吃饭好像在下一层，夫妻在下一层，啊，像这个有一次啊，我就下去，啊，
这个菲佣看到我就一直笑，那胡姬就叫我说：“你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要跟你讲，啊，我请这菲佣好几年，他没有给我笑过啊。你怎么啊？来两三天，菲佣都对你笑哦，因为菲佣上去打扫，我就拿礼物送他，啊，因为拿一点礼物说你要不要这个啊？这个送给你啊，啊，那菲佣就很高兴，所以人啊都要一个见面礼啦，啊。”结果那个费用，后来他也给老法师讲说：“你看我们费用，我请了那么久，他也不晓得他自己不对，啊啊，苏师兄一来，你家就对他这么客气，对我笑的嘞。所以你要了解啊，我们要带动人，不是人带动我们。这个去到哪里啊？我们要跟人家一家，不是你们啊，几个人就不合。哎呦，这怎么是学佛？丢死人喽！”像我们现在修行在修，就修跟人家合了，这不能不懂的嘞。像南宝师啊，香港人家有给他住，什么都给他住，后来他自己去买山顶，他那时候是跑马地的，我记得是跑马地。你要了解，我是做义工啊，我跟人家都合的，没有一个不合的。那修自己啊，啊，假如说你现在跟人家不合，你不用修了，无力我，啊，那也没用了，看的是也不顺，这不是，你要跟谁修？每一尊都是佛来，啊，所以啊，要知道这个见不善根是非相啊，多余啊，不足，啊，不是。啊，这样少话少讲，啊，还当养心。啊，说还当知道为恶之心，啊，央求权有无从舍离。所以你要不要讲因果吓人的嘞？像我们情欲吃亏，我们都不要吃，给人家吃最好。我是这样在做的。像你们吃东西，我不一定跟你们一样，我是一个稀饭我就可以了。我不是要吃什么什么口味。我不要，现在我都知道重点了，能够吃多少算多少，谁敢吃那么多？不要，啊！而且我还要吃，还给他练个时辰呢、啊，给他，啊，给他皈依一下，怎么都是重点哎，拢是零嘞，没加稀罕的。啊，刚刚这个总理讲的是一百的了。我跟你们讲重点，你们好像听不懂。我说外面满满，你们也听不懂。他现在想出来都听得懂的。我讲有没有道理啊？还严肃的问题耶、欸！啊，说与之存善，重要之际，善言良语啊，良语啊，如心中之。啊，说语不必变呢、啊。少啊，人少则免，就是啊，这个相爷给大众讲，像我们啊，对就多，错，有人误解啊，我们也不要解释，啊，问心无愧、啊，这是修行人啊。真的，我可以去找老法师，那时候老法师给我，我可以找他，我不要，啊，你不相信我就算了，啊，说我搞神通，我哪有神通？你看我现在付出代价很大的呢，啊，所以心中无私啊，自然如是。所以莫以养私啊，损己不辱。所以啊，有自私啊，是不能见性的啊。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结义啊，都是在改自己的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你俩改了自己，你能见性，啊，你能帮助人，哇，不得了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佛法给大众讲啊，你要有私心，不是佛法。佛法也给大众讲，叫做一体观。
啊，你能一体观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像我们也给大众讲，磁场要好，要一体观。啊，你一团结一团结，啊，这个能量也大。所以比丘比丘你很重要，团结非常重要。啊，你要团结，什么都打不进来，啊，什么都没办法进来，对自己，啊，可以讲说，啊，能够好好的修行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啊，说无可，啊，有智莫由人间，心不单纯呢、啊，物变非物。啊，语变非物，这个像我们也给大众讲，其实现在讲的多啊，要解释那个都不对。啊，像我们也给大众尽量去做，啊，尽量改自己，对自己啊帮助最大。主要活在讲，不能养自己是自私的。啊，我好你不好不行。我好你也要好就对，很重要啊，无可有自自己有莫有人情，像你要一自己就变孤魂野鬼，孤魂野鬼都是自私来的啊，他主要是没有人教了，可怜了啊，今天讲有人教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莫以养私，损己不入。啊，把自己的路给绝了，断掉了。像假如说大家一起说啊、哦，这个人，哎呦回来好高兴，这个人回来，不要回来最好。那这人就失败了。也没道理啊，做人很重要的嘞，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华师给在华屋旁边拜块给他看，就跟你一样快，也不会打瞌睡，所以无可有智啊，莫由人间喽。心啊不单纯，物变非物，真的。话都没用了，多做了，做了越多啊，对自己帮助越大，啊，像佛在讲存在和有，就是啊，一天一天的见性啊，当一心悟时啊，存在不能开悟，一天两日等死哦，这不能不懂的嘞，啊，莫悟啊，莫悟恶伤人，莫。与奸啊讽刺，莫与啊利合行，就好像这个是尖酸刻薄不好啊，莫与高士子，莫与啊异于他，莫与啊慢无礼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就好像讲话自己很高士子，而且你看疑人呐、啊，讲话说哎这个到底怎么样，怀疑啊，而且还有傲慢都不行的，啊！所以佛讲莫以不争哦，当事为理哦。不能不懂。所以啊，语是表达的，莫不争。啊，如若。这个语意伤人，心时有误，坏念坏心，不可得知。报应哦！啊，不懂得最好不要讲。就像有一个出家人，啊，他的没有牙齿，在念佛就像牛在吃草。一个小沙弥啊，啊，看他说，哎呀，啊，你叫什么？什么？讲说你像念佛牛吃草，他就讲我进了阿罗汉果。你今天讲我牛吃草，结果这个孩子叫他忏悔，他马上忏悔啊，还做540的这个牛来还债，所以这个嘴啊不能乱讲，乱讲的对自己伤害最大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讲好话很重要。
看好很重要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。所以坏心，坏心不可得，与之不要搭档，莫不正。如是若以伤人心时有误啊，所以坏念坏心不可得，这不能不懂啊。与可以广传善法啊，介绍阿弥陀佛，功德很大。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介绍，哇，功德很大的啊，不可有为啊，有为之心虚伪啊，这个给大众讲，对自己伤害都不好。说心相不正啊，则心口不一，而且脸也不一样啊。啊，说心有灵他，口语不准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修行人啊，境遇最好，而且心都想好，心不能想坏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所以佛在教我们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篇很重要，讲好话。做好事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很重要的呢。啊，说金红开间呢、啊，只当小不为不明，救救自己啦！什么都看好，什么都想好，啊，就把自己给救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像你这么聪明啊，啊，还给聪明误，为什么？跟妈妈在不在就差这么多。不为正当事，不为不正。你妈在应该表演像这样子不睡觉，你妈在你就拉了她，这不对了。啊，这人家讲说，夫妻是言善言，儿女是债，无债不来，讨债来的，有没有道理？真的，则为正当事，不为不正。啊，只当孝明，不为不明。啊。所以世间动乱源于害心啊！啊，这个耳朵一听啊，听人家讲，这个就动心的，那不是修行的。像人家讲什么，自己没听到都不要去相信。啊，不然你生气，生气死了，你就上人家的当。这不能不同。叫如若恶语，啊，语出则误。啊，心意莫想，当之为正。像我们现在不能做主啊，耳朵听了，啊，人家讲什么就相信，说啊，这个某某人在讲你什么，你听进去。你甚至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，笨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迷信见性最好，能够做主。像做人啊，这个给大众修行就是在做人啊。啊，修行能够改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心意莫想，当之为正。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修行就是跟人和了。啊，你越人和，越人和，你就成功了。你不能人和就把自己啊输掉了，所以勿真伪啊，不将今生坏于恶处，看不好啊，只要看不好就把自己给害死。像我们心啊，要静啊，能找回自己，只要不静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不能不懂啊，我不将今生坏于恶处。啊，不为啊善法以外之法，这句话佛讲要听，不是善的不去做。啊，这个只要有因果了，最好不要去碰。啊，所以当为从敬、从存、从善，心之见好，口出善言，什么都看好，这不能不懂。说话语不动道心，啊，这人家说人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你只要讲话给道人，
修道人心动，哇，你罪很重哦，这不能不懂啊。说说话不动道心，不引诱他外啊他人啊外心，不可以啊缘以异他啊，不可以缘于啊转心，但只依正心，而是不在路俗中的啊转苦转因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话多了，还是计较了，还是嫉妒了，啊不和了，都是世间法。像佛法，你不和你去度谁？哦，你一个人成佛，怎么可能呢？现在看到变化就虚空界，这还得了？像他讲的整个重点啊，大家听得害怕，其实都在空间不一样，啊，就好像在跟那一树吵架，那一树吵真的诚心念佛，就变回人形是真的来。所以这次南无阿弥陀佛浩瀚无比啊，这不能不懂啊。像我们不是迷信啊，我们是真理。像我活了南无阿弥陀佛教你真理啊，教你真理宇宙准则走啊。你看他所讲的经教你不要偏啊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假如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自己就救起来。啊，自己家不能，啊，这样就救不起自己啊。像我们现在想要开悟啊，容不容易？容易耶，开悟很容易的啦。啊，你只要静，无心，做无做无做做。啊，人家讲话都听好，不听话。假如人家讲话你听话，你就输了。还是讲说啊，这个人怎么怎么，这个人怎么，哇，那你就输掉了，把人家乐事都钻进来，人跟你都没关系的了。啊，像我们呢，给大众讲啊，我们今天啊学的佛，我们代表佛，我们身体的形象也代表佛。啊，给人家看了这形象，人家想跟你学佛，那是佛法了。假如说我们今天呢，啊，做了，自己家人都救不起，那不是佛法了。这不能不懂哦。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自己呀、啊、家也能够啊看你学佛，啊，这个能够帮助你，帮助你家人，那就对了。很重要的嘞，想多拜佛对自己最好。啊，你不拜佛，骨头硬了，啊，以后要活动你了。像以前呢，啊，我看到我是谁，好像我们那个老先生的姑姑啊，很会做事，结果摔跤，躺在床上去看他说了，都下不了床了。马上下不了船了，而且人也缩小了，因为我们常常去看他，所以人不能躺在船上，躺着都起不来，能够动的多动一点啊，啊，不然老人骨头想动也难。像我很喜欢动的，我骑脚踏车骑很快的，你不要看我的脚，你问他我骑得很快耶。啊，只是这个现在这一脚比较败瘪，比较有众生的，现在都在请，差很多了，也值得了，带众生苦。所以啊，不为善法以外之法，但为从敬从存，啊，从善。所以心之见好，口出念善念，这是真的学佛。啊。这个叫做学佛了。假如说你不是这样，不是学佛。所以啊，话语不动道心，不引诱他啊他人外心，说不可以缘以异他，啊不可以啊缘以转心。
真的像我一道东西，在印一柱啊，无不是业，不是罪，佛讲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改自己啊，把全身细胞改成出无声中三根，什么都看，没有看也不好。所以单指一正性，而是不在入俗中啊转因，不能不懂啊。所以以莫多论哦，纯己佛心，佛性更深啊，必然为好见好，言行令一切好。就好像啊，这里磁场不对，你进来就改变。啊，这两个不合，你能够把它两个合，哎，这不得了。像我在这做义工，我都劝人家。后来物质辈说我是福气寺的人，福气说我是啊物质辈的人，我都想不通嘞，我都在调嘞，他们都误解了，说哎我是物质辈的人，啊他们讲我是福气寺的，我什么人都不是，他们都不懂啊。后来他们也问我，像以前方师啊，要去做秘书啊，啊，这福气寺不要。后来我讲，你要给福气寺讲啊，因为他也是人才。结果他说，那我要跟他怎么相处？我说你听话就是相处了，因为福气喜欢做老大嘛，你就是他是老大，就想。只要你啊，只要你是要啊要救世的，就没事啊。所以人道很多人不懂，像我们学佛呢，两面都要光哦。现在他才知道说，我是独立的，我跟谁都没关系，我是讲好话做好事。所以时间短少啊。啊，数些日子，真的，佛在讲这话，啊，今年几岁啦？好，那人家讲你能活到六十岁，你都五十，哪有十年？人家讲的你活到七十岁，你还要二十岁，这时间很短呐、啊。谁能讲说你能活几岁？现在很多人都怕死。哪有死啊，也没有死，现在的功夫就是在这里啊，磨练把灵性提升啊，啊你一里面去，里面觉知，对自己帮助最大的，帮助人的来。啊，讲好话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，对自己帮助最大的，所以单臂自私啊，调整意啊。啊，你看他的走向啊，假如不教好，又是大流氓。你说也不大，啊，那走向不好。啊，当啊，必知道调身养性。啊，所以啊，如为而为，当知转境哦。啊，不可自行偏他，不可自行偏成，就好像，啊。我跟大家讲说，这团体里面不能有个体啦，不能讲说啊，我一团体，你是一团体，那这个佛法不行啦，都要一体观的啦，就要一体的啦。所以我们做什么做什么事情，为啊必须正为，不为无知啊无为，不能虚伪，像我们身体虚伪，病就来了。像我现在看很多，我学佛三十年，我看太多，谁敢啊？这不能不懂哦。啊，所以必须啊正啊，必须正常，不言啊，亦不可有自省。很重要的，像我们的人体来讲，叫做宇宙存在给它做，其实很好修。你也知道身体是假的，你好的突破这身体，啊，给人好处，啊，都是要度它。
你这条路很好走。假如说你的个性给人呐、啊，就都有对立，那你这路就难走。因为这假身一时间到就走了，划不来的啦。像看得清楚放得下，看不清楚放不下的。啊，主要不得坏心念出，就是看不好。啊，你什么都看得好，啊，但知心知有少，这失也生，啊，得失了，有少就得失心了，不值得哦。啊，这个还当悟知啊，悟明啊，悟觉啊，不为正路，都是自伤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这个佛法的教义，啊啊，言语之美，修善养性很重要哦。啊，你跟他相处都重要。说悟明悟觉不为正路，都是自伤。说当知啊，成善，今生进化。绝成了悟性，啊，像我们今天佛在教我们言语之美，修善养性很重要哦。看你要不要自己醒悟过来了。像我们的啊人间呢、啊，游戏人间呢、啊，带动大家欢喜充满，何乐不为啊？给人家快乐啊！啊，看到跟人家不合不好。像我们那修行人，讲人家跟人家不合，说啊，我跟他一言不好，可能过去生真的是，啊，那我更要来化解，那你就是学佛了。啊，不是咬了人不放，那我告诉你，修行绝对不能成功。啊，也不要讲说看这人不好。每个人都是钻石，看你要不要去磨啦。啊，一次磨就磨亮了，就是一颗钻石的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像没有人给你们教的这么清楚啦。能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最大的。啊，说话语的啊觉悟，在意念起始，自己是我啊，知道有悟。每一句话，你只要学净土，你的净心啊，啊，知道这人道来讲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这个真理宇宙准则，你绝对不要去触犯。现在触犯啊，不是这个宇宙来治你，你众生可以治你。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啊，所以你们都不怕，因为这宇宙你触犯了宇宙以后。你的身体啊，啊，东西南北都进来，只要你的念头越不好，它进来东西越多。你看这事情可严重。所以现在我给大众讲，谁打自己，自己打自己啊，啊，自己生病自己害自己啊，啊，都是个性不改。那我告诉你，人生这么短的时间，个性有用吗？你触犯了真理啊！人家众生都找到啊，而且你个性就不改，什么样子都不，他就把你全身给清洗了。我看到是这样的，所以没有人给你讲这么清楚的啦。像我们呢，啊，学佛来讲，就是救自己啊。佛法给你讲的，你一点都不用接纳，个性还是一样。你走不动是应该的嘞，啊，像这个听经是给众生听的。假如说你听经，众生没听经，谁跟你化解？所以啊，跟人家相处啊，语言啊是啊，语是依法之重要，啊，语是依法之宣扬。想宣扬宣扬，那么我们说，人家说你学什么？学佛，学的这个样子，人家不跟你学。所以我现在给一些老人讲，
要认识佛法，你要回西方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大部分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家庭第一。我看台湾很多嘞，就像一样，小伙子讲的家庭第一啊，也没有真的为佛法改啊，众生找到了，这几个都一样啊，没有不是一样的啦。啊，所以现在生病谁害的？自己害的。这宇宙准则就是不行的，它是你的，你不能挂心。啊，你一挂心了、啊，你就有自私。所以啊，若与言善，则是大法之境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谁害谁，害谁害谁，就自己害自己，没有谁害我们的。啊，若与言性啊，则是物法之款，言恶了。把自己给害死了，佛法很棒的嘞，他教我们怎么做人，啊，怎么生理不要生病，可以找回自己。所以这么好的佛法，很多人不懂啊。啊，所以你只要能够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最大，而且每天坚信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你来我们这里学，身体越来越好是对的，身体不好是不对的。啊，入来入能量啊，都丢了。啊，辛苦莫去这些，人家在那边困，你就去做事，有听。啊，来再听都听，听经就重要。大部分他们经都没有什么听进去，他俩有听进去，不可能。众生会找到，谁都要化解，没有一个人不想化解。像我给大家，在我们细胞里都是鬼，谁要啊？啊，若以不变者，需要有纯善纯明，这是真的。像我们现在跟佛，纯善纯明要做到。啊，佛讲不能做，我们就不做；佛讲做，我们尽量去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我们要见性啊，啊，假如不见性呢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因为这身体啊，不能有负担，生病就是负担，不要有负担，不能不懂。所以《论语》啊，心中多相，皆有余处。这句话是啊，里面乱七八糟了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啊，讲出来的话都不好，啊，当于啊，至于若自伤，啊，所以就导致于损害之意而挑拨之心，则是非也，非才，亏信恶也。所以两舌恶口，妄言其语，而与不念修善，何可有绝于物之气？不可能的了。一生乱七八糟，跟这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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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看人家不是，你怎么去见性？像我给修行讲，有没有看向往事情？啊，要打坐找回自己还熟悉的，什么都要放下的呢？他还不能去西方的呢。假如说打坐来都是念佛进了空间临出来，他到西方的来，以前没人教，很可惜的呢。这样啊，最笨就是跟人家对立啊，能跟你什么关系？笨死了！啊，这句话就对你心也不能清凉。你看吃亏死的自己啊，哦，很笨的嘞。像以前我教人事啊，每一个人都好。像人事也说，我这不喜欢这个，不要这个。我说人事啊，这个都好，啊，一个扫地也好啊。我也给他讲，他不是，他不懂啊，不晓得这个也是佛，这个、也是佛。像佛在讲，每一尊都是佛，呵呵，每一尊都是佛的嘞。看你要不要开悟了。像华开也是佛啊，有没有道理？他现在穿佛的衣服了。
啊，南明寺反正最多。啊，说如若真啊真迹啊，善人败坏贤明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。啊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唯有道，横行威胁吸引的，这个不懂啦。下来学佛，你有这个，你已经输掉了，你身体绝对不是自己。像你也看到外面很高傲的站起来，眼神都不对，是不是？他身体也又走了。人道要谦虚跟谦卑的。像呢，我们佛法来讲，莽遭损啊，轻受益。你说人有多厉害？好了，你很厉害，你要不要死？你说全世界哪个厉害来对我讲你要死的嘞？每个人都在排队的嘞，你哪有多厉害？啊，不是你很会赚钱就厉害，你也带不走。最厉害就是不病的，啊，不死的，那叫生死的，那真是厉害的。什么都是假，什么都骗人的嘞，哪个是真？不能不懂哦。像这么好的佛法，啊，就你啊，开智慧，啊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人。给你身体不像人老人会病，而且身体啊能量好，啊又有无量的智慧，啊，你看人不老的嘞，每天很开心的嘞，这么好的佛法去那边找，所以给全世界。都要学我了，不管你澳洲的什么人，你要叫你念不死就要来学佛了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像我们自己自私自利啊，也不懂，最好是不要，对自己要三个字，啊不啊不为善性啊，生死有定，当速悔改。要听经的，听经的好处啊，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众人听下去，他不会干扰你。你不听经不行的嘞，欠债这么多啊！你看现在外面无常就在来，他在等那里，一个念头不在把你抓，你就生病了，就住院了。现在很多啊，不能不懂，很可怕的嘞。啊，你看这，啊，这就是莫里森来讲，啊，这个空间正是作品，还有篱笆里面都是小孩，都不晓得造业的嘞。现在地小孩很多，这个科技啊害死很多人。那你说科技的人在哪里？啊，已经在深海底，都在受报，他也不懂。这个问题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们人体来讲，科技的科技能够创造这个外来的科技啊，网络啦、电脑这么厉害，要成佛变简单的嘞。他搞外来，搞外来造业，你讲内在来修行，那就不得了了，见性了。像这个地球，我没有哪个地方不去，都去的。刚刚呢，请那个雪狐，哎呦，整个都是雪，啊，有时候讲的，这个人家在滑冰啊，有的身上里没有，我也进去，你看那个里面都雪，那个出来的有没有看到？那是真的嘞，都要抄了，要看你的心量，真的能够。提升你自己，
所以你抄越多越多，佛都一直接。啊，人道不抄，佛没办法接。啊，说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轮回。在现在的讲这个今世为恶的人，你看都先病殃了，病殃了，啊，他病的样子给你看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人的生病，他是花报来的，就好像推轮椅啊、坐轮椅都是花报来，很能不懂。他也不懂啊，造了业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之道啊，要造好因，老了不病，而且想不死，好的学佛可以不死的，人也没死啊。所以啊，与多必失啊，而与必然需要为善，就是要讲好话啦。啊，还当知道为好见好，人家看不好，你看好，你就把这镜给转了。像学佛是这样的，啊，不可有他行误入，就好像给他有自己的啊，这个自私的想法。像我给大众，只要你为了自己，你付出代价很大的。我讲这个很多人做不到，为自己啊，这个对自己伤害很大。所以一旦知道为好见啊，与多必失啊，而与啊必然需要为善。讲好啊，啊不可有他行误入，又叫好的善语啊，啊可以经啊经令境大有转变，就开了。像我们相关大伙说要开了，啊。都在救人不死之门，全世界第一的，不病不死，给大众讲要听。这么好的佛法，给大众讲啊，好好的啊，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见不善更是非想，见善是善，那可以啊，转变成为净土。好的磁场啊，心念遇见好善，可以令境界大转。像我们都要学这个啊，我们学佛学佛，越来越像佛，那就对了。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学佛不像佛，不是不对的。无量智慧，无量德人。啊，说多余啊，不是，还当养性，何为自性庄严？还当知道为恶之性。啊，央求啊，央求牵引啊，这个无从舍离，很苦的嘞。像我们的假身去造业干什么？假身有时间性，不要搞这个。像我们这身体来服务大众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一直服务大众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语之存善，重要之际啊，善言良语如心中之。啊，语不变，人少则免。啊，不要讲的太多的话，心中无私啊，自然如是。啊，你就进化了，你人晶莹剔透啊，你什么都看得见了。啊，莫以养私损己不入，不要自私，不能不懂啊。像我们今天学的大法，全宇宙啊，全银河系宇宙啊，第一的嘞，灵性不生不灭。现在的了不起在哪里？你看我76岁，我的眼睛啊，我的头脑
比年轻人更好。你看无家境快就对不对？而且我这次啊，这头部啊，他打给我清啊，啊，可以讲这是好像完全都不一样哎。刚刚华为也看到，这头部不错哦，他已经都在出来，才知道这个佛给你清得很厉害。所以啊，给大众讲了，旧时之行犯的修复啊，才有如来啊，如来智慧海。给大众讲很重要，所以大家一口气在好好的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个不好，来到我们这里什么都好。什么都看好，就把自己给救了。所以不变人少则明，心中无私自然如是。莫于啊养私啊损机不入，不要自私啦。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无可有智啊，莫由人间，心不单纯的，勿变非物，这很重要。这意思就讲到世间东西，你只要使用钱啊，世间东西啊，你不要啊留恋啊，留恋这世间，你就当忘物咯。每个都是零，这个也是零，这零，每个都是零，房屋在电风扇也是零，灯也零，什么都是零。能够来我们这里佛堂的大福报。啊，一无脱落就走了。像你们有这个功夫，你能救多少人？净化自己，能有这个功夫的嘞，把自己给忘掉。啊，无可有志啊，莫游人间哦，心不单纯哦，就是不要跨心在五浊恶世啊。啊，应该净化自己的心态，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，没有一个好。所以以变回悟很重要的呢。啊，像我们存在何用，在这世间做什么？当啊心啊务实，就好像我们活在这世间一天，心越来越明啊，身体越来越晶莹剔透，看的东西一白一白的啊，了如如掌，你看，明心见性耶，这是存在世间的好处啦。在世间呢，都不能做出躺在床的，不如早一点走。我常劝着生病的人啊，身体不行啊，赶快念佛求生西方。像我们一天一天看天花板，不如求生。我才能劝人家啊，没有作用就不要，身还可以动哈，什么都可以做，还可以帮忙，那要多多活几年，有没有帮人？躺着就不要了，像最浪费了啊，请的费用有没有道理？很浪费的嘞，你不要看看那个费用，哎，一年要几十万呢。那个钱呢、啊，来救人就不得了，不能不懂啊！说莫以恶伤人，莫以讽刺啊，莫以利合心，就是讲话很利啦，像厉鬼这么利啦，还是莫以告诉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世界没有了不起的。人家佛在救人呢，人家还谦虚谦卑呢。佛教里本事，像我们呢，很多人诽谤佛，啊，学佛学了几十年，学了生病了，啊，你儿子讲说，哎呦，你学了几十年佛，你都没有学的佛，还讲佛没保佑你，哎，佛很冤枉的，我以前听了很多。像佛站在这里啊，
无量寿经赤裸裸的给你学，你不学没关系，还在诽谤佛。香阿桃师姐她在讲，绝对不会学佛了。我讲的骂他的，他还是老样子，个性难改。啊，像我在讲他，有时候佛讲不要讲，佛叫我不要讲，佛很慈悲的啦，他怕打击呀。还叫我给他爱心，有时候看气死人呢，啊，都不听经哎，你看佛多慈悲。啊，说莫与啊高师之，莫与啊异啊异于他，莫与啊慢无礼，这个都不行，我慢了。啊，所以讲莫与不争哦，当是为礼。像我们要度众啊。啊，我们不改变怎么去读书？自己要改变的嘞。啊，语是表达，大漠不正。啊，都讲好，看好，装好。啊，如若语啊语意伤人，心思有误。啊，所以怀念怀啊坏心不可得志啊。不能不懂，啊，像我们今天呢，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个人体啊，要教育，啊，千万不要有坏心、坏念头不好。像呢，父母回家把小孩都教，小孩不得了。啊，父母只宠小孩，那是父母不对的。一定要教育啊，不然很难教的嘞。像活力加持啊，他有没有二十个小孩子，好好的栽培啊，把空间都打开啊。啊世界啊，就有救了，干净利落。那个教法啊，这个佛啊，随时可以对，我还可以教他的嘞。像这么好的佛法，大家要珍惜哦。啊，见性要看自己的，慈不慈悲了。啊，你越慈悲越把自己忘掉，见性非常简单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假如我们不慈悲，不能见性的嘞。像我们千万是个大事业，70.8亿佛都能救的嘞，何况山河大地呀、啊？你看三个大地都是零啊，啊，他讲哪个地方都去过啊，真的不懂得重点这么多，这是很棒的嘞。像你们那个华生啊，啊，这个还有这个阿斌都有档案，对不对？要好看，往往我在旧旅馆，我就站的，精湛。啊，阿张好意，我要加款子。阿海娃，我有不告状。我呢，我华金怕一百呢，很棒哦。啊，你要要建行啊，知无？阿妈在讲，好啊，建行。啊，尤其是打赵朴书不得了，打得很好。啊，赵朴书话中有话，他都打出来。这是佛法啊！他看了三次啊，我们夏华生看了以后才知道说，哇，这么好。
话中有话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人来讲啊，念头要好，不要坏心啊，坏念头不好，不懂了，没人教了。啊，鱼啊可以广传善法，啊，怎么善法？啊，这个大家听的啊，念佛不用死啊，来到相关大佛寺跟佛对语，这个可以啊，鱼可以传广。啊，说全世界人可以不用死啦，灵性不生不灭，来跟佛对，都可以的嘞。像以前十几年了、啊，这个海亮，我带他去车站坐车，他要回埔里，他在埔里教书嘛。我说海亮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一零一不能上去，不然我就在那边广播，人不用死哦，真的。假如啊。光佑行啊啊，这个五年前找我，那光佑才14年的五年找我，就找到这个了，真的是人才。那物可以广传善法，不可有为啊，这个有为啊虚伪之心的、啊，像人道来讲也不懂，像自私好像是对，自私就输掉了。千万不能自私哦，一自私你就输了。而且我跟他讲，一自私身体就不是你，可以给人家用走的。所以啊，语可以啊，广传善法，不可有为啊虚伪之心，心相不正呢、啊，则心口不一，心有令他。口语不准，这样好像带着你不能做主的意思的，这不能不懂啊！像我们啊，在学佛是要做主，假如不能做主就输掉了。这个人生啊，给大众讲啊，现在你们啊也都半百了，现在在电视机上面听见的也很多啊，给大众讲啊，救救自己啊，像佛在讲义啊，完全都是人体的个性，你说人体个性值不值？不值钱啊，人体啊死掉的灵一出来，身体没用的嘞，它是一件破衣服啊。现在人道不懂，怕死，没死的嘞，要真干了，每天呢、啊、要真一脚不赢。像啊，我在学会给大众讲过，我目标是西方的、啊。我目标是西方的、啊，所以我所做都是西方式的，我不做世间式的。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所以啊，金红瓦啊坚呐、啊，只当孝明啊，不为不明，没机会了。啊，人体啊。你再不调啊，啊，把黎明觉知找到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就为了这假身附着的代价，其实不值得。说为正当事、啊，不为不正。救自己啊！啊，你越清明越清明，啊，越找回自己。像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动乱啊，我们更要帮助说，人不用动乱，人也不用忧郁症、躁郁症，赶快来见佛，
可以的嘞。找回自己啊，像这话来讲啊，讲好话，人倒不懂。像佛在讲，言语害心啊，如若恶语啊，语出则悟，心亦莫想，当知为正啊，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像这个话语来讲，人道来讲。啊，世间动的是看不好，都要看好啊！看好的意思，把自己给救了，不能不懂。像这么好的佛法啊，给大众讲啊。你不用死的嘞，也不用病的嘞，就像我一样的，不是不病的嘞，而且智慧如海，就是以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要搞了这个身啊，造了业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给大众讲要听哦。现在我也代表啊佛给你看，我76岁学佛，智慧如海，六根接触的都没坏，而且空间都开，从头无尽我都看得见。这不能不懂哦。我们人体啊，给大众科技的科技哦。可以找回的嘞，跟佛一样化界障身。像现在访问呢，有没有看到我在超度？不得了啊！化身超度不得了啊！每个人都可以啊，说这个啊，无为而为啊，无心明心，做该做。啊，为众生服务应该的，因为你是佛来的。把自己给救了。啊，与真为不将今生化于恶处。就给大众讲，出生中三根，什么都看好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啊，像我们佛法来讲，讲好话啊，这个想都想好，看都看好，就是团体来讲，没有一个坏的，就缺少教育呀。希望阿弥陀送个20位小孩来给我，我好来带，有没有让你？啊，每天在拜佛，啊，你叫他念经，啊，一个人来教一个，有没有道理？我们的比丘你都可以，啊，都有责任了。看到你们去，他都高兴的不得了。每个小孩子，啊，我要盖一个房子大一点啊，充布，给20个人可以住的，啊，这个很棒的嘞，栽培。才知道污染跟没污染差很多，他算没污染了，啊，他的哥哥污染太厉害了，说不将今生化于恶处，啊，所以啊不为啊善法以外之法，这是真的。假如不是善的，我们不去做。像啊十善业道来，不杀生的，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畏我杀，啊，包括啊虫类我们都不杀。你看老鼠我们都放生了，我。放生以后，他就脱身了。我把他衣服脱掉，滑进土了。他在外面就死掉了，就不会进来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的衣服破掉了。啊，老鼠早晚也要死啊。像来这里，他垢面上升，垢面上升，到滑进土
全家团聚，他们现在大家乐呵呵啊。不过虽然变形了，嘴巴还尖尖的，你来看得见的，很好笑的，有那个习惯了，入住住了啊。说不为上外以外之法，但为从敬从存啊，从存从从善。只要能够做到这个，我告诉你，很快就见性的啊，存敬存善什么都看好，心之见见好，口出善言。啊，话语不动道心啊，不引诱他人外行。就好像我假如跟人家谈话，我就叫孩子出来，我都不给他听的嘞。我跟人家聊天，我都叫他，因为他在写东西，你给他听东西，他会分心。我保护他，保护得很好。啊，真的，他现在写得很开心的。我叫他那个啊，这个在轻重要多写一点，轻重很重要啊，不可以源于以他，不可以源于转型啊，当知义正心而是而不在入俗中之转困，但不要为世间啊，很麻烦的嘞。像我们学佛都是大而化之，大而化之的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个不好。啊，所以莫这个啊，与莫多论呢，纯己佛心，佛性更深。所以必当为好见好言好令一切好。啊，我们就是在做这个哦，知道哦，看到人家不能好，我们就赶快转好，我们也做给他看。像这个大众在做，是不是我在做什么？能够做多做，不要分说我是做这个，我是做这个，做这个不好。啊，能够随手啊，积德有没有道理？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所以啊。与莫多论啊，纯己佛心，佛性更深。佛心就是你是佛，他也是佛。像你是佛，他也是佛，你看对你多好，你自己就救起来啊！必当为好见好言好令一切好，好很重要。说世间啊，短少时间是日子很短，100天呐、啊，哎，100岁啊。100岁也不过36000天，想来这里啊，短短的找回自己不得了。很重要啊。所以佛在讲啊，世间短少，数些日子，时间不够的。啊，假如刚刚这位的醒过来，我20个小孩都有，我澳洲人都没问题，中国都可以，还有中国那个醒过来，我中国也20个，带兵有没有道理？那个都是零污染，见性好快哦。像以前我们邱乃元呢，邱乃文都空间打开的呢，你问他，还给那个阿曹请众呢。阿扎就一直在请众了，现在污染都不能请众了，所以越没有污染啊，清越干净啊，请众就是当医生啊，啊，主要是能跟众生对话。现在我都教他们，你摸出来，你跟众生对话，不是跟他在训诫，他是跟他对话，所以他们都在教我，都在教啊。那对话一病就可劲了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他就会跟你化解。其实啊，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的。啊，你跟他对话，他心会软，而且
好处在可以给他回去过去的空间。现在没有法师，没有办法给他回去过去的空间，所以你要当医生要一百一百的。现在我全身都调好了，我大发挥呀！你再看我发挥。啊，每个人呐、啊，我都能医的嘞。啊，像个活的，啊，这个所教导的，啊，不一定啦、啊。他们信天主都改成信阿弥陀佛，佛像的重印多，你一家摆这个，不叫阿门了，就是阿弥陀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其实现在全世界最干净还是澳洲了。你看澳洲的治安，我喜欢。啊，我不像以前的大陆来的，那个余爱萍带来的，啊，他们那两个孩子有没有？啊，而且他妈妈看到很多东西放外面，啊，什么东西都放外面不会被偷、哦，我看你丢在那边没有人偷，啊，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邮局寄来，都是丢在我们阿姐的院子来，他不是你去领收的嘞。你才知道人家治安多好啊！尤其就把你丢在门口，他走了，没有人去门口给你拿。你讲，这是在是不够属于。你哎，就，哎呀，你一路雨顺风顺，那会吹着掉，哦。你看人家治安多好，我就是看治安，我把阿姐放在这里、啊。你们没有管理，也没有人会进去的。可是我们习惯关门了。现在老鼠比较麻烦，现在不麻烦。啊，他现在防护老鼠了，防护啊，哦，很快。啊，你将来有没有看法净土？我打开给他看，才看到。啊，你要的人都在上面呢、啊，他们在听经呢、啊，尤其李宋很喜欢。啊，像我们这里是救世团体，我们不杀生的，说当必自知啊，调身养性，如为而为啊，当知转进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不可自行偏地，不可自行偏成，所以不要自己想法了。像我们今天的造业都是自己主观的，啊，自己的看法就把自己给堵死了。像我们学佛来讲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乱。很重要的。啊，为必须正为，不为无知无为。所以自己正很重要，才不会被附体啊。现在我给大众讲，你啊一不正就是被附体的，也不能做主，划不来的嘞。啊，不得坏心念出我，但知心之有啊有草，这时也善。这个给大众讲。这个很重要，就为了自己自私的念头不好啊，心智为了心量小，就把自己给造了。所以当还物知啊，物明物觉，不为正路，都是自杀。所以要了解啊，你家不是这个。像给大众讲，我们一定要救死，就像我们需要人救我们一样，啊，我们一定要将心比心，啊，说不为正路都是自残，当知啊诚善，对人真诚，啊，今生净化觉诚悟习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很重要。
修行啊是非常重要啊，修行就修自己的身呐 啊，让我们的身体啊，因为没有人的教育啊，我们有错误见解、错误行为，还有自己的执着了 啊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个人道啊啊，给大众讲，现在不晓得说人道身体啊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啊，所以我们呢，这个降临在这世间呢，也就是人也不懂。啊，娶妻生子啊，生老病死就走了，啊，现在佛下来，啊，真传正道，真理不渝，啊，同尘净法，营运无伦，啊，不要轮回，就是真传正道，啊，给大家讲不病，而且细胞不老，看我76岁就知道，细胞不老，啊，再来就真理不渝，啊。一定要宇宙尊者，我常给大众讲，你才不会被附体，啊，同尘是大尘，啊，净法，营运无伦，不要再，啊，把身体给改了，不要再轮回，很重要的啦，啊，主要是我也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那人道来讲，叫做酬业而来，啊，那我们现在要给大众讲，解回本业就在心识，加讲我们要跟众生化解。啊，听经闻法，找回啊真正的过去错误的见解、错误行为，啊，给这个众人看到不啊不讨债了，啊，愿意跟你50兆细胞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给大众讲可以的来。像假如说我们的细胞愿意跟我们化解，你身体100就没有病了，不会生病了，这不能不懂了。所以知了成业，但不理成，就是这5欲6尘呢，啊，这个花花世界，可以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所以要自己要进化见性，而且要布施，啊，布施不是钱财布施，布施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布施给人家讲念佛，真的造佛的无量寿经、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品，你就救起来了。我是这样救的嘞，啊，你不是管他救一个算一个，救一个算一个。假如他们两个都醒过来，啊，我告诉世界就有救了。所以我也给宇宙菩萨、因是信佛是加强救世，啊，给他们三个都醒过来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说布施广大在心何方，啊，叫人家不要死，能够祝福，找回自己，啊，所以利啊与量心啊，万众之名，像众生，你赚再多的钱啊，一毛都带不走的嘞。所以今天的事业是佛事啊，啊，佛的事业，佛在救人的嘞。今天没有佛给我们打开，我们怎么懂的？不懂的嘞。原来人不用死啊，像我十几年就喊啊，念佛念佛不用死啊，然后现在一直打开了。真的不用死的了，灵性不生不灭的。所以今生事业当是于此，了结事业当在于心，觉悟子成呢当在于心。所以我们呢，服务很重要啊，服务每一个人，它是一种佛啊，服务每一个人，给他见性。啊，你就没有白来这世间呐？给大众讲要听啊，而且呀、啊，每一个人都不病不死的嘞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修行啊，听经很重要。所以我也常常讲，佛语因而说法，众生各个随力解。现在我讲解义，不管讲老师的。
空间都听得见的啊，不管在哪一道语言不同都可以听得清楚的。像这么好的佛法，佛啊降临在这世间啊，大家都有救了。现在如来主道啊，万众皆引啊，阿弥陀啊，阿弥陀甚是了结本心。你看这灵性可以找到法界藏身啊。希望呢，我们相问大佛师啊，啊，万众亲临，来跟佛对，可以的。像我们今天呢，啊，不想生病啊，啊，一定要了啊了结啊成业，这世间只能借用，不能自主。啊，当此事业啊，一大家庭，一大事业啊，共同经营啊，啊，目的往昔啊，所以欢迎啊，啊，这个学佛的加入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，救自己啊，没救别人啊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这个学佛来讲啊，给大众讲，第一个不老也不病。像我们这里啊，在治病都是身心疗法，跟众生沟通的，就好像刚刚访问的，你看看的都是众灵，像他们呢两个人访问不在一起啊，讲的都一样啊，原来都是重灵，人头都是重灵，这很重要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呢，啊，修行，把累劫累世啊，啊，冤亲给化解，听经，以前不懂。可以化解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唯觉密性啊，同解轮回啊，十大事业能悟十密，每个人都可以的嘞。像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万可以行啊，同入经啊，密性。西方极乐世界世间经营啊，啊，解世间法引入西方。像我们相关的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来这里都能开悟的嘞。像人的要开悟啊。越开悟越开悟越能救人啊，要积功给他啊，所以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世界经营啊，啊，解世间法引入心性。像人道来讲，身体借用的啦，灵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六道法界维持人命啊，当晚西装啊，此生不习又没有白来这世界的见性啊，不能不懂了，救救自己啊，每个人都行。啊，说唯命之心啊，畅饮此事哦，真才炼造成佛德行。每个人都是佛来的，像我们现在要学啊佛的法界藏身啊，不能不懂哦，可以的。
啊，说当知啊，尘上今生净化，看着这宇宙真相啊，诸法实相，应该要有悟处的。真的人道没路了，而且不能做主。现在我们跟着佛能做主啊，你要佛多久都可以的，这不能不懂。所以精神一定要把自己身体净化再净化啊，越净化越找回自己啊。所以纯净纯善很重要啊，真诚对待一切众生，每一尊都是佛来的。像我们现在走每一条路，见性之路，每个人都可以见性的啦。啊，所以学佛啊，要珍惜啊，真正把自己学到啊，啊，活得一脚不一印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大劝世人呐，啊。好好的经营啊，一口气还在，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人体来讲，它是科技的科技啊，对自己帮助啊，能够尽兴啊。像我们在娑婆世界流浪太久了，好好的听经啊，可以找回自己啊，不要再流浪了，而且可以尽兴，不能不懂啊。像现在你看看幽灵这么多啊，都是流浪的灵魂啊，都不能做主，叫做幽灵啊。像这个世界方法的骗人的啊，我们能够静下来掌握自己，那是真实语啊。现在佛已经来在啊，我们应该更安住，好好的经营学习，把自己个性给改了，不然给大众讲，人都有生了病死哦，划不来哦啊，我们可以尽兴的来。真正的慈悲啊，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非常大的嘞，这不能不懂啊。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真正的圆满，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的。